北港朝天宫三官殿神尊介绍。三官代表天官、地官、水官，台语俗称三拜宫。民间普遍认为三官为天官尧帝、地官舜帝、水官禹帝。天官尧帝一凭紫微大帝赐给我们福气。圣诞为农历正月十五日，地官舜帝二品清虚大帝帮我们赦罪。圣诞为农历七月十五日，水官禹帝三品动阴大帝帮我们解厄。圣诞为农历十月十五日，所以我们常听到天官赐福、地官赦罪、水官解厄的说法。一般三元节，上元、中元、下元就是三位大帝的圣诞。民间多有庆典法事，为信徒赐福、赦罪、解厄。